全球公干阿姆斯壮。在创立坚强活下去基金会十五年之后，丑闻缠身的自行车名将阿姆斯壮终于辞去主席职位。最近接连爆发的禁药内幕，都指向他带领其他选手组成严谨运作的嗑药团，也让他做出辞职决定。就连奈吉也忙着跟他切割。哎呦，你们对其他丑闻缠身的运动员还不是忠心耿耿？虽然阿姆斯壮目前还没被正式定罪，不过这次可能再也翻不了身了。你觉得他应该辞去主席的职位吗？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。来跟我们一起赶快到脸书